ogni sì. Ne ho sian ca shen. Ni shuo, wo ruguo zai ni zhe zhang ru hua si yu de lian shang, ke shang yi duo hai tang hua, xing zhou, ta hui bu hui yao ni? Zhe wo bu zhi dao. Dan zai ci zhi qian. Yo voy a cortar tu cuello. Yo vine aquí, pero es Xing Zhou. Si te atreves a tocar a un solo hombre, todos los del equipo van a morir. ¿Y Hao Mingting? Como tu esposo, ¿él sabe que su esposa siempre cuida a su hermano? Esto no necesito que te preocupes. 我只知道，你现在对于行舟来说，唯一的利用价值，就是能够搭上赵正，所以我要让你再也唱不出来。情况怎么样？只抓住了几个小喽啰，不过马斯海应该没有跑远。水，是。马四海，今天你跑不了了。何行舟，你要杀就杀，少跟我废话。何行舟，我恨你，我恨死你了！你去死！死吧！追！是是。司令，你没事吧？司令，你没事吧？不管再怎么，放开！你给我喝了什么？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吐了好多血，吓死人了。小川，去叫大夫。大夫，他怎么样？哎，这位姑娘嗓子受伤很严重，我先开几副药，吃了之后应该能开口说话。至于以后在灯台演戏，恐怕难了。什么？给我治好他，否则要你的命！司令饶命啊，饶命啊！老朽真的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司令，你先别着急，要不再换其他大夫试试。滚！走。
帮我去放好了。放好了，书房和卧房都放了。那个雪茄里到底是什么呀？不是什么毒药吧？怎么？怕我毒死你心上人吗？不是。你放心，我怎么可能会害我二弟？嗯？那些和普通雪茄没什么区别，就是会让人越来越上瘾，欲罢不能。真的对身体没有伤害吗？要不是这个东西，他怎么可能会那么好，和小海棠反目成仇，为我所用，各取所需就好，懂吗？懂了。父亲大人，你就是太小看我了，否则怎么会身体越来越差，被母亲找到可乘之机？唱得好吗？安宁，咱们梨园人嗓子比命还重要，你可要保护好了。嗯，我记住了。嗓子好点了。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吐血？
贺行舟，你再讨好他都没用的，他从来都没喜欢过你，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给我报仇罢了。怎么回事？其实闹得厉害，两个人都受伤了，赵副官，你快去劝劝吧。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小宝，我让人去给你们请个大夫。你的手没事，不用管我。快把阿胜奶奶扶上床，我派人去请大夫。是。扶您起来喝药。
何行之后呢？二少奶奶，你昏了整整两日，这两日司令都是白天过来看您，夜晚睡在书房。二少奶奶，我去小厨房给您拿些吃的来。不用麻烦，我不饿。不麻烦，司令已经吩咐小厨房让小火煨着粥呢。司令。我想到外面去走走。这司令吩咐过，只能带着您在府内走动，若是再远就要有他的命令。那能去门口走走吗？那也算是府内。二少奶奶，我得去问问司令。算了，咱们回去吧，我也累了。你若想出去，只能来求我。我们走。等等，你恨我又如何？若你想出司令府，只能求我来帮你。是想帮我，还是想害我？怕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好好想想吧。若我真的想要你的命，上一次何苦只是灌了伤你嗓子的药呢？陆有希，这是你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既然没弄死，迟早有一天我会将你的所作所为悉数奉还。都自身难保的人还放什么狠话？我告诉你，这府上所有能帮你的人都被看得死死的，只有我能帮你。大家都知道我对你恨之入骨，绝对想不到我会帮你。帮我？帮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因为我想让行舟对你彻底死心。你只有这一次机会，用不用在你。今夜我将助你离开司令府，但是你得答应我，以后永远不再回来。你只有这一次机会，用不用在你。今夜我将助你离开司令府，但是你得答应我，以后永远不再回来。大少奶奶说府上丢了极为重要的东西，此时是护兵们失职，都在帮忙找呢。帮我做件事。连个库房都看不好，要你还有什么用？还不赶紧给我滚！站住！哎，一个丫鬟而已，不要多事。怎么？
在府里动不了你，出去了可没人会保护你。好好享受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哼。站住！今天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放开我，师兄！贱人，今天老子弄死你！追！阿少奶奶。谁啊？别敲了。哎，晚上不看诊。安宁，安宁怎么了？快进来。他怎么了？你好好照顾他吧，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等等，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谢谢你救了安宁。没事。安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是枝头也滴血，只一滴泪没入冰边。当风起花瓣摇落一枝，海棠却未结，镜中唇上胭脂点点。与故人一诺一生枷锁，心无处墨间，隔着天山对望一眼。当回忆跌入梦魇，转醒灵怀中安眠，惊醒几分眉眼眷恋。司令，既然您对二少奶奶还有感情，为什么要放她走呢？怎么了？
安宁，你怎么样了？玉梅，安宁，你嗓子怎么了？回来了，玉梅。唱不了戏了。不会的，有我在，我一定能治好你。安宁，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昨天赵副官把你送来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吗？我快吓死了。你说，昨天是赵副官送我回来的。啊，烦请司令把舌头伸出来，让老夫看一看。有这个必要吗？司令，您就照做吧。要是您出了什么事儿，司令府怎么办呀？整个云城也会乱成一团麻的。养你们吃白饭的，什么都要我看着。敢问司令，最近是不是异常暴怒？眼前还会经常出现幻觉呀？休假了，是。这雪茄有什么不对吗？这就是了，司令啊，这抽不得了，这里边有罂粟啊。什么？哎，我最近啊听说了一件事情，关于云城司令的。什么事儿啊？哎呀，我听说啊，这贺司令抽起了洋烟，瘾大得很。不是，怎么可能啊？你要说贺老司令，我倒是真的假的。咱们这个新任的司令大人，治军严明，军中是禁赌、禁嫖、禁枪、禁毒，怎么可能会抽洋烟啊？哎，真的呀，你们别不信啊。我有个亲戚家的女儿，就在司令府做事情。听他说啊，司令现在成天疯疯癫癫的，见着一个女人就叫人家小海棠，而且还经常抱着婴儿的衣裳。你说这疯了吗？这是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大家都这样说。那吸洋烟有什么后遗症？躁动不安，情绪无法控制，严重的会引起咳血。控制自己的情绪，李安宁，你看他把你害成什么样子了？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原来他那么在乎那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安宁，我不管他怎么样。你能不能别犯傻了，玉梅？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可以逃跑的那么顺利了，而且是赵副官救了我。这一切肯定都是他们安排好的。
知道不应该告诉你。说吧，你想怎么样？玉梅，你教我怎么样能帮人戒掉洋烟，好不好？求你。好，好，行了吧？谢谢你，玉梅。别哭了。大少爷，您来了，这是司令让我交给您的。啊，这不合适吧？这是司令交代的，有些事情他一时半会儿没法处理，麻烦您代劳。这不还有赵副官你吗？你看我这，也确实无法胜任。从今天起，我要帮司令戒掉洋烟，或许要花上很多时间，所以，麻烦您了。骗我！你故意让行舟染上杨烟。我让他吸一辈子杨烟，这样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你了，不好吗？可赵副官不是说会帮他戒掉吗？戒？你知道，一个染了烟瘾的人想要戒掉要多么痛不欲生吗？一个不小心就会暴毙而亡。你还不赶紧去看着他。难受是很正常的，后面就会好很多了。贝儿，司令，小张，快过来！小张，再给我最后一针，最后一针，好吗？我救出完了，姐姐，就一针，就你了。戒扬言，就凭你，就凭我，
二少奶奶，你给司令喂的是？这是玉美研制的解毒丸。太好了，司令有救了！这药丸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不过是些安神的药物，能让他发作的时候好受一些。具体还是要看他自己撑过去。 就听司令的吧，让他慢慢戒，今天抽一根，明天抽半根。绝对不行，玉梅说过，那样永远都不会成功的。杨宁，你这是在做什么？快把行囊放开！你干什么？不就是抽洋烟吗？ 贺家陆家有的是钱，大不了供他抽一辈子就是了。何苦让他受这样的折磨？不能让他再出废人了！废人又想你来管？既然你已经滚出了贺家，为什么还要再回来？为什么还要再回来？永熙，你给我听清楚，我才是贺家掌事的夫人，我凭什么要离开？你若是再胡搅蛮缠，小心我家法伺候。赵副官，带大少奶奶出去。 大少奶奶，请吧，请吧。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还真是小看了他。贺行舟的烟瘾若是真能被戒掉，倒是有点麻烦，我得好好想个办法。所以大哥的意思是，最后是行舟带走了玄武。 杨爷，行舟，你冷静一点。行舟，你再忍忍，行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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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川。 行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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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舟
把我绑起来，快把我绑起来！来人，来人，快来人！先生。太好了，司令，您终于成功了。都是安宁的功劳，如果没有他，我熬不过这一关。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这段时间你受委屈了。别提了，都过去了。行啊，太晚了，一会儿玉梅要来了。那就等她来了再说。看来这家伙根本就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唉，看在你身体刚恢复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哼！你哼什么？你哼什么？哼！还好。别闹！贺先生，你别闹啊！司令，你约的人已经到了，正在厨房等着呢。坏了，差点忘了。你约谁了？这么着急？经侦部的人，找我汇报点事。你慢点。杨安宁，20岁生辰快乐。想什么呢你？嘴都快咧到天上去了。玉梅，你来了。嗯，看啊，为了给你过生日，专门偷的我爹私藏的药酒，够意思吧？走，玉梅，陪我去个地方。干嘛去啊？司令，是这样的。对，这样。哎，好。这样。嗯。司令，你又错了，啊，是这样缠，反了，啊，哎，司令，要不我去替您看看二少奶奶。去去去，哎，师傅，那剪了出来，剪了。哎呦，你小心点吧，还是我来吧，等你把饭做出来，我都饿死了。哎，不行不行，这顿我要亲自给新周做。真是理解不了你们这些谈恋爱的人。玉梅小姐，啊，二少奶奶也在啊。什么情况？不知道。玉梅小姐，你肚子饿了吗？要不我请你去吃饭。什么意思啊？你想追我？有话好好说嘛，实在不行也不用勉强。走吧。啊，去哪儿？
不是说请我吃饭吗？本小姐要吃西餐。还愣着干什么？哦，快去啊！哦。行舟，吃饭了。奇怪，怎么不在啊？这家伙到底在忙些什么呢？这个是是枝头也滴血，只一滴泪没入鬓边。藤风起，花瓣摇落一枝，海棠却未结。镜中唇上胭脂点点，与故人一诺一生枷锁，心无助墨间。隔着天山对望一眼，当回忆跌入梦魇，转醒你怀中安眠，惊醒几分美。